棒棒糖对不对？没有把这一整条用完，表示你的碗就太小了。好，所以要今天全部都要用掉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小朋友拿到，第一件事呢，没有错，今天呢，请你全部通通都把它，就这么简单，通通都把它变成棒棒糖或是小瓜牛。好，请你卷卷卷。好，卷好之后呢，哎，我这边有准备好。你不一定要圆形，你看现在我好像一个菱形也可以。好，拼好了之后呢，要做什么事情？如果你的还剩下一点点陶土哦，这边还有，还有吗？还有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吗？这边还有一点点。好，我补完了吗？补完了。好，等一下那么多小瓜牛，好，不用担心，等一下我会把它通通都变出来。好，我刚才有说要从。中间往外面，因为呢，他们还没粘在一起。你从中间往外面一推，有时候这个小瓜牛就被你拔起来了，这样啊，拔起来。所以呢，我们要从外面往中间，好，然后呢，把你这个小有瓜牛图案的这边朝下，然后放上去，然后呢，轻轻的压一压。我们借由这个碗的形状，好，等一下再把它拿起来。碗的形状没有关系。好，如果呢，等一下你稍微定型之后，好，然后你可以继续帮它做装饰。你可以呢拿一个竹签，帮它开始画什么？洞洞的，有压线的。蜜太大了，蜜太小，快点捏它，小一小，小一小。妈妈帮你，妮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。好，乖哦。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怎样？揉成长条。这样啊。揉成长条。风姐先把球球放在这边。我连一个螺旋都转不好。你要先分成好多球球才做螺旋。姐姐动作好快，蔡松姐，啊，你都做好一个了，蔡松姐。我，你看，明明一个，姐姐三个，你嘞？零。
好吗？不要。怎样？在做什么？吃这个。啊，又不是。里面。耶。